因为我是转机到青岛，只需要加1块钱就安排一个住宿，待会儿大巴车过来接，明天早晨8:20的飞机，明天早晨是6点多的飞机去上海。这个转机流程这样，其实如果时间不紧的话，这也是一个好方案。一个是可以去另外一个城市简单看一下，再一个就省钱呀。这样的转机方案的费用是直接走几乎一半吧，几乎一半。给大家看1块钱一晚上的酒店。怎么样？感性吗？